刚刚那个两个那个绘师，因为他们在画的时候，两个都跪在地上画。我就觉得有一种角色扮演的感觉。觉得其实我今天也蛮想跪着跟你拍的。其实我刚刚觉得这个姿势比较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。有一张你蛮正的，你可以找一下。这个都不错。哇，这个真的太漂亮了吧！会在旁边跟他自拍一张吗？这摆那个动作才是。这个超恶心的。今天的戏份蛮多的，就是可以比较真的融入这个场景，啊，跟小姐有一点互动，不管是小姐还是阿姨。对，今天是无我夜市的昌宪，对，不是本人昌宪，所以我可以很自在的在这个状态里面，好好的在这个环境感受一下无我夜市的魅力。但是这个是上半段，下半段三小时就不是好，我的心情要如何调试？我今天都不敢想象，我今天要跟三小时拍 MV。我完全不想，因为我怕自己会睡不着，会压力太大，会掉头发。任务其实没有太累，舞火的夜市很好跳，就是很好跳这种。那个姐姐一来在拍的时候就说：“哇，这个音乐一下，我都很想跳舞。”没有，那就很自然，太自然。现在来到第二个场景，我现在的角色就是高中生暴走族。看我中间缠的这个腰带，有没有非常的很像日本以前的欧派郎弄起来的情呢？这个应该不是腰痛，通常是刀伤哦。对，在背后，对，不方便给大家看。需要什么吩咐吗？对，那你呢？你看起来好矮。本来觉得是这个画面。我看起来好矮。所以我们就不用拼了，就是直接好。出场就输了。现在这场戏就是我们要真的要对抗，你要跟陈珊妮老师对抗。对。紧张？看起来像紧张吗？我现在就是非常……你敢对陈珊妮老师出手吗？我是角色，角色的关系，我是没有在怕的。气势要有，对，要维持刚刚的能量，没问题。被老师的气势给压住了，我是没有在怕的，没有在怕的。在我身旁，就是已经很无闲啊，搁爱发片，搁准备要开演唱会。三林老师，你若愿意拍一支 MV， 我无愿意，你不愿意，啊无啦。哇，我今天心拢关就关起来，盛情难却了。哦，盛情难却，对啊。所以你喜欢今天的角色的样子？蛮喜欢的，而且刚刚那个两个那个绘师，因为他们在画的时候，两个都跪在地上画。我就觉得有一种角色扮演的感觉。其实我今天蛮想跪着跟你拍 MV。其实我刚刚觉得这个姿势比较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，OK，OK。Okay, okay, okay, 很快你就长高了。对，我有长高。在还没拍之前，我其实完全不敢设想说今天拍摄的状况会是什么。所以你不敢期待，那后来呢？后来觉得哇，很棒啊！又看画面就超喜欢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蛮专业的。对啊，而且我们俩是不是很快？我们通常。每一个 cut 就是都是 one take， 是不是？我们有很多都是导演意外发现的镜头。对啊。然后说，哎，刚刚那个超好的。我有看到你单独的画面，很帅。谢老师。哇，帅。值得了，值得。很美啊。对，超美的。两个那个，还不错。超好看。对啊。谢老师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お疲れ様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哎呦，听说刚刚这个抖胸肌的部分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